首先先在横移组界面点停止，然后点设置工艺，切换到数据模式，然后先解锁，编辑解锁。正常这边编辑解锁的时候需要输入密码，密码是1158，然后更改花高，花高输入你想要的花高，我这边先设置为8个横列，它就是1到8，这两个是第一个横列，这个是最后一个横列。然后我们先更改 GB1 疏解1，选择输入你要的链块，我这边以1210为例子，然后双斜杠结束，它会自动循环，点确定，1210 1210 1210，一个循环。然后疏解二，我以1012为例，选择疏解二，编辑工艺，双斜杠，点确认1012 1012，然后 GB3 如果不重复的话，我可以 GB3 按照你工艺单去输入，8个横列也结束。1210 1213 2321 0 2321，后面的为空白，因为我们只到横列8。然后确认数据正确的话，点下载跟校验，好，返回，点是否保存，我们可以点保存，我这边就点否，好，点启动，点是否，然后编辑解锁，点移动到当前行，疏解会自动移到当前帧位，点返回，机器就可以正常运行了。